红利期不知不觉已经成为研究所的中心人物。然而我总是深深的被红利期全身绽放的自信光芒所吸引，总是会不知不觉去在意他的动向，总是将他的每一句话深深的印在心中。总之，总是为他所说的各种理论感到佩服。我会一直不叫他的名字，其实也是因为害羞，对他有一种崇拜，但不想被人察觉。我是喜欢木赖红利奇的，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会这么执着想要救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理由。他不只是我们的伙伴，对我来说，他在我心中有着一种很重要地位。但是，我必须告诉他，我已经找不到办法了，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一切就跟他所说的一样。我们不行了。お前を。助けられない。红利期还是要死啊！すまない。すまない。拼命忍住眼泪，咬紧嘴唇，嘴里有一种像是血一样的味道。なんで、よりによってクリスなんだって思う。くそ！一拳揍到桌子上。沉默，一阵寂然，毫无动静。谈话室的窗户外面已经是黑夜了，也许被世界抛弃的感觉，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ねえ、岡部、あんたがベータ世界線に行ったら、こうして仲間として一緒に過ごした記憶は、マユリや橋田からは消えちゃうのよね。对。他们完全不会认识你，只有我记得而已。红利期像是不在意似的，看着有些脸红的问着：“岡部は、私のこと覚えてて？”我记得啊，我会一直记得的。一种小声到快要听不见的音量。お前のことは絶対に忘れない。誰よりも大切な女のことを忘れたりしない。我怎么可能忘记呢？それって何バカなこと言ってんのよ。事実だ。事実。それは証明、証明が必要。それがないと、私は方程式を用意できない。刚刚是告白吗？红希不知为何开始有点慌张了。ACTH の分泌過剰になり、ガンマ波から確率共鳴が起きてヒルベルト曲線のハウストルフ次元は無限大と仮定されるわけだから、つまり全近線はポジトロン断層法で計測して。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他在干嘛？红利期要干嘛？看一下。促肾上腺素、皮质激素，不是很重要。克里斯，我叫了他的名字之后，跟他两眼对上了。俺は、お前が好きだ。哦，告白了！红利奇满脸通红的低下头去。お前は、と言いますと、お前は。俺のこと、その、どう思ってる？知りたいのか？马上就要回答了。
红绿青仍然满脸通红的，但是忽然表情认真起来。哎呦，逼向我了，进入开发室，逼向我来，抓住我的衣领，我被他拉了过去。新西居哎，没有脱臼。闭上眼睛，不知道是不是又惹他生气了？难道说其实是真的不喜欢我？也许他平常爱骂我，全都是他真心的吧？若真是如此，那还挺令人悲伤的。我舔了一下干燥的嘴唇，见色恐惧的问他。なぜ？目を。いいから、閉じなさいよ。被骂之后，只好乖乖的闭上眼。红绿青年抓着我的衣领，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声音呢、啊？好怪的声音哦！忽然，嘴唇感到一种柔软的触感，伴随着一种淡淡的柑橘香。我惊讶的睁开眼睛，有戏剧哎！哇哦！看到红丽琪的脸孔就在我的眼前，马上了解到现在的状况。哦，他吻了我。红丽琪的嘴唇好温润，脑袋变成一片空白，无法思考事情，好想永远保持这个，保持这样。可是嘴唇马上离开了我。告白完接吻，哦，红丽琪像是很害羞的，又低下头去哦。伦太郎说不出话了。別にしたくてしたんじゃないから。是不是哦？都亲了还在傲娇哦？我的天哪！さっき約束したでしょ。私のこと忘れないでって。我不会忘记啊！より強烈な感情とともに海馬に記名されたエピソード記憶は忘却されにくいのよ。什么东西有需要这样吗？それに岡部は変態童貞だから、ファーストキスのことについて政治家リハーサルが行われるはずで、それはすぐに長期記憶になって、そうそう忘れないかって思って。それで。一个接吻还找这么多借口，金字画附送。当一个人在进行记忆时，将记忆从短期记忆移转到长期记忆时所进行的作业，例如欲将记忆的事物配上其他的东西一起记忆，或是该记忆想好一个好记的念法，都属于此类工作。来，继续哦。どうしても岡部にだけは私のこと忘れてほしくなかったから。他偏偏在找着借口的样子，好惹人怜爱。了解到他不是在生气，只是在害羞，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好想继续跟他在一起，跟他多讲好多话，想要更了解红利期。但是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被一种无奈感纠结住我的胸口，害我无法呼吸。为了抑制快满溢出来的感情，我将手放到他正在抓着我的衣领手上。残念だったな。俺はこれがファーストキスではない。这并不是 kiss 啊，初吻，这不是，并不是初吻。生意気な童貞のくせに。うるさい、少女。记得小时候跟麻友你胡乱闹着玩过亲嘴游戏，而且之前我为了让蒙玉住口也强吻了她。不过那是在事件线变动之后，已经被取消了，应该不能算进去吧？そうか。あんたは初めてじゃなかったのね。他好像很失望哎，我看到红利奇的表情好像很失望哎。そうだ。
だから今のは印象としては弱い。長期記憶にはな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这句话的意思是怎样？是要多亲几次吗？骗人的！这世上我想应该不会有比刚刚更强烈的吻了吧？一种好像脑髓被电到一样的感觉一样。可是我还是要说谎，因为若错过现在，就再也没有机会这样靠近他了。至少，所以至少现在。だから。もう一度だ。还要再一次，太邪恶了，有没有？轮太郎也太邪恶了。红利奇他说不出话来，在那边扭扭捏捏，平常这么爱瞪我，这时候却完全不正眼看我。絶対に忘れたくないから。念には念を入れる。要多试几次比较保险。啊，太好笑了！多试几次比较保险。我冒着被揍的危险，轻轻的把手放到他的腰上，温柔的抱住他苗条的身体，跟我贴上。それなら、しょうがないな。啊！我忽然想到一句台那个什么台语谚语，叫做什么“腰贵给谁之一有”，是不是？我觉得蛮适合他们的。小我一个头，红绿旗终于抬头看着我。kiss だけ、どうぞ。不然还要做什么？对啊，不然还要做什么？除了 kiss 之外，你们还想做什么？啊，你们还想做什么？優しくして。我轻抚着他的长发，吻上了他的嘴唇。岡部。哇！双方都有点害羞，像是小鸟在啄食一样的吻，凝视着彼此的脸。红利奇的眼眶充满了泪水。满意出来的一丝眼泪从他的脸颊滑下，吻上他那一丝泪水，有一点咸味。忘れないで，不可以忘记哦。再一次吻，又吻了，哇，真的好几次哎，比第一次更久、更强烈。我真的不想放开他，这样的情感让我抱他抱得更紧。一次又一次的用嘴唇互相感受彼此，一直抱着，感受彼此的呼吸，感受彼此的气味，感受彼此嘴唇的味道。時間が时间结束了，红利奇的呢喃声发出了震动，从他的身体传到正在抱着他的我的身体。あっという間に過ぎていく。今だけは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に文句を言いたい気分。什么相对论吗？時間は絶対的じゃない。アインシュタインは時間が人や状況によって長くなったり短くなったりするものなんだ。科学的に証明した。当做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时光流速的特别快嘛，对不对？ねえ、岡部、相対性理論ってとてもロマンチックで、とても切ないものだね。红利奇他对我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这还用回答吗？都已经亲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回答的？早晨的秋叶原站，拿着大行李的红利奇站在车站前面，对我
小小挥了手，挥了之后，好像才又想到什么一样，羞红着脸变回那张臭脸，又变回臭脸了。哦，在那之后，洪立熙先回到他原本下榻的饭店过了一晚，我们又会合。我想那个行李里面应该是装着洪立熙到日本的所有私人物品吧。洪立熙要回去美国。